去桃园大鲁阁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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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颁奖台，我也在这里拿过第一耶，我还站在那个位置过哎。你有注意看我的 FB 吗？注意看我的 IG 吗？我站在那个位置过哎，很漂亮哎，有看到吗？拿出来回味一下，知道吗？来到大鲁阁赛道啦，大家跟着我一起看，走，龙门架，好，就很像说一个赛道的起点跟终点那种感觉。好，这我们讲说俗称叫做龙门架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一号弯、二号弯啊，这是三号弯，这是四号弯，就是我们的五号弯，就这样，这样懂吗？好，车就一直直走，刹车，重刹一下，好，重刹一下。那如果你车子控制的够好啊，你再重刹一下，你车子可以这样，这样，很像在转身一样。懂吗？好，因为你刹车嘛，稍微的，有没有？为什么要这样知道吗？因为等一下是个右弯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一刹车，它有这样，这样有没有？然后你的车子这样，是不是就对准了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弯过去了？那这个弯啊，我们都把它叫做小鸟弯。为什么叫小鸟弯？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土地非常的肥沃？有没有啊？草长得非常的茂密，对不对？很多小鸟喜欢在这边觅食，所以常在这里开过去的时候，可能声音会吵到小鸟，小鸟会从两旁这样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样飞出来，那你就感觉哇，车才冲过去，小鸟咻这样过来那种感觉，懂吗？好，车过去，小鸟咻，这种感觉，好，从这个弯这样过去，好，但是有时候也比较遗憾的是会撞到小鸟，好，要小心哦，好，但是也来不及反应了啊。好，就这样啦。那我们就进这个弯，有没有？再刹车，撇进来，有没有？这样转一下，有没有？这样转进来，是吧？然后就往我们的这个是六号弯，就往我们六号弯攻啦。那六号弯啊，一样，因为六号弯紧接的是七号弯，这种连续弯都是这样。我为了七号弯出弯要漂亮，所以我六号弯出弯的时候不会把它放到外面去。我六号弯出弯的话，一样在内部。也就是七号弯进弯的外线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就是从我们七号弯的外切到我们七号弯的内，再从我们七号弯外出去？这时候我们最后出弯的时候就会有加速性，好，出弯的速度就会比人家快。记得我们在赛车的时候是比出弯，不是入弯。你入弯再快没什么用，因为你可以很快冲进，你可以很晚刹车啊。但是你出弯就很慢，因为出弯是有时候又是一大段直线的时候，你要累积那个速度，你就必须进弯要慢，出弯要快，懂吗？所以记得永远都是出弯，因为你都是出弯看弹出来，我们的转速有没有比人家高，就是我们出弯油门控制有没有比人家好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在弯速控制有没有控制比人家好，抓地力有没有抓得比人家极致，然后来抓我们出弯有没有办法就是超越人家这样子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出七号的时候。就是我们攻七号的时候，就会从七号弯的外攻七号弯的内，再从七号弯的外进去，然后就往这里这样一直走。以后可以坐沙滩车吗？可以买一台沙滩车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买一台沙滩车，那我们彼此负债吗？可以吗？好，不过还好啦，热爱赛车这一点不算什么，一点点的汗，跟一点点的走路，我是完全不会 care。太阳会完全不怕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完全没眯眼？好，等一下，稍微有点刺眼。来，
接下来一样，哎，抛出去啊，抛出去啊，抛出去啊，有没有？这时候就要用尽那个弯速，因为你刚刚已经牺牲了六号弯的出弯，你已经牺牲六号弯的出弯，所以我们就希望七号弯的进弯角度是漂亮的，方向盘打的是最少的，越早可以加油门，让七号弯出去是最快的，有没有？往这里放出去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地方，记得你从七号弯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轮胎一定要摸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地上是什么痕迹？摩擦的痕迹，是不是？本来是白线呢，哎，怎么消失不见了？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在这里摸到，大家在这里摩擦，大家都在这里摸到，大家都在一直不断在这里摸到。所以如果你出弯啊，没有车子自然放到这里的话，代表你出弯速度太慢了，懂吗？哦，你本来就要放到这里啊。如果你是之后才刻意开来这里，那也不帅。哦，我们要的是全油门这样放到这里来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。从这里全油门出来放，哎，我全右哎，我全右，我全右哎，我全右哎。这时候抓住了车子了，这样懂吗？哦，所以你要敢全油门去加油，然后把车子放出去，这样子。啊，接下来就继续往我们的八号弯，啊，发夹弯迈进。这个八号弯一样，你看那个形状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看八号弯很死，对不对？而且八号弯之后还接一个九号弯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？大鲁阁卡丁车场有个特色，它连续弯居多。那你为了争取最后一个弯出弯的速度，所以你可能会牺牲最后一个弯的前一个弯，好的路线，好，或者是为了屈就最后一个弯出弯的速度，你会去调整前一个弯的路线。OK， 像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，因为这是八号弯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而且这八号弯又很死，八号弯之后又紧接九号弯，所以一样过这八号弯也是外内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内，对不对？因为八号弯出弯的内，就相当于九号弯进弯的什么？什么？外，这样懂吗？好，所以就往这里啊，继续走啦，继续走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一样，在这里左右刹车。在这里左右刹车以后，我就决定去攻我的八号弯，好，去攻我的八号弯，攻我的八号弯。那记得攻八号弯是外内，要走到那边的内哦，对不对？那走那边的内就相当于九号弯的外哦，对不对？进弯的外哦，然后再这样跑出去，好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把路线示范一次，好，我倒着走并不代表我卡丁车倒着开，了解？啊。我只是为了镜头取景方便，因为有同学讲说，老师，你上一次背影太多了，是吧？可能大家同学很喜欢看我的正面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好，让你们好好享受一下啊，不要害羞啊！来，一样在这里进来以后，哎，往里面走，往里面走。那这里啊有一个特色，好，这里有个特色，因为我希望啊，在进九号弯之前啊，起码还有一点速度的累积，所以这个八号弯啊，我会比较大的时间，我就会贴在这个路岩石的周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样一直贴着这个路岩石周围，你看我这样一直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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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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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到这里，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什么短短的直线？有没有？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加速，你看赛车就在计较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哦。如果你这个地方，哎，到这里出弯，你有全油门下一下，那车子会这样冲一下，有没有？会这样冲一下，这里起码就有一段小小的加速，为了你进九号弯之前的累积，好，然后一样一直走，一直走。这里大概啊，我们不会刹车，我们不会刹车，我们会松一下油门，因为你刚进来嘛，你的速度其实没有很快，就算你稍微加一下油，那也没有累积到多少，所以我们会稍微松一下油门。那松油门的目的是什么？记得我们在学赛车就在学重心的控制，不是自己身体重心的控制，是学车子重心的控制。所以当我们在加速的时候，我们重心是往后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啊，这时候你前面转方向盘它是比较没有反应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刹车的时候或是油门一松的时候，这时候重心稍微丢到前面的时候，
前轮的抓地力是稍微比较好的，因为你的力量是压在前轮嘛，所以你前轮一转向它就有感觉，懂吗？你重心在后面，前轮怎么转，哎，没有什么感觉啊，对不对？就像你在 Costco 推那个车子一样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可以把一直一只脚踢着那个后面那个后轴，然后这样一直推，你会发现你前轮转不好转，因为它基本上都在直线走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吗？但是如果你有发现哦，你的小孩子如果是在 Costco 前面，他这样站着压着那个车头，你会发现你转弯非常好转。这也要有小孩才能体会了，尤其我又有三个小孩，懂吗？我们车上永远都是啊，我站这里，你不要卡我，好好好好，李慕辰你乖来，你站这里，不要吵，来滴滴站这里，妹妹妹妹站那里，好，不要动哦，不能乱下来哦，知道哦，下来危险哦，好了，爸爸推哦。这样你懂吗？这也是一个。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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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谁要我抱？谁要我抱？我。谁要我抱？我。谁要我抱？我怎么一次抱三个？我哪有办法抱三个？看一下，谁是超人？我。谁是超人？到底是谁是超人？我是谁？我不可能有三个超人，超人只有一个啊！到底是谁？我来，这接下来继续在这里，我们会送一下油门，送一下油门，把重心丢到前面一去以后，然后往左边开始走，往左边开始走，往左边开始走。那一样，这就是很基本的啊，外内有没有？外内干嘛？外耶，好，外内外。然后这里要讲解一下，这里有两个超车点，一个是在那里，因为你刚刚七号弯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的速度累积是够的话，你其实在这个八号弯之前，你可以去拐它的内线，就像我们讲那个西湖的那个，有没有记得吧？天鹅湖道理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卡住它的内线，因为这个弯比较大嘛。对吧？然后大家一开始会从外走到内，再走内。那你一开始如果就可以去卡住它内线，这样也可以做一个超车的动作。然后还有这个九号弯也是，九号弯也可以。你出来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直接去卡它这个内线。所以你要刹比较重，对吧？然后你角度要打比较大，所以你记得出去的时候要挡住它，懂吗？因为你出弯速度会比较慢，你记得要挡住它，懂吼？要挡好，挡满，懂吗？哦，挡好挡满。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超车路线 ，OK， 所以你可以啾这样挡住它 ，OK。然后这里啊，我们在过这个弯的时候有个特点，这个弯啊，因为你最后是要拉这个直线嘛，所以这个弯不宜绕太大，而且这是一个很急促的短弯。我的建议是，直接尽量贴近这个路沿石，直接贴着就赶快过去了，直接贴着就赶快过去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大直线啊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往我们的龙门冲线啊，哦，结束。哦，教练在弄车哦，哇，好看。我们等一下有幸可以跟大鲁阁赘述一起下场学习，跟随一下。这是我们的奕晨教练，这是我们的奕晨教练，这是大鲁阁，就是最厉害的教练，最强的。好，没有啦，我的意思是讲说他其实真的很乐于分享啊。我以前刚来这里学车的时候都是他们教我的，他们就带着我，然后学习每个弯，然后跟我分享每一个弯的经验，然后才有办法慢慢成长到现在。所以我觉得有人家带有人家教很重要啊。我觉得大鲁阁教练非常好，他们真的都很无私的分享哦，很热心的助人，所以你们有问题来找他就对啦。好，没问题就找他，他最快，没错，就是他。这是我们的男哥，我们的技师，大鲁阁的技师，他救了我好几次。不管是我的油门线断掉，还是刹车线断掉，还是我的侧保掉，整台车飞起来的时候，都是男哥救了我。他常常都帮我的车子从危死边缘中救回来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。大鲁阁的所有的设备，不管是硬体、软体都好，人都好，真的都非常好，对我们都做到很完整的照顾。谢谢南哥，感谢。好，我们是 PTT 力宝车队，耶、yeah! 耶、yeah!
这是我们小博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小博。我小博哥常常都是很热心我们队伍上的工作，我们队里面有小博哥哦，我真的是觉得倍感照顾。不要这么说，不要这么说，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车队哦，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到场上来帮我们加油，甚至来看看赛车比赛是怎么一回事。顺便来看我们英俊的李老师。好，这样可以了。像我们那个小苏教练，我以前刚来这里学开车的时候，都是苏教练叫我开 KD。我从 KD 一圈44秒，教到38秒，好，还不错。我觉得真的不错，那教练真的很有耐心，他以前都一个弯一个弯慢慢指导我，很感谢苏教练，这里的教练真的都很有耐心，只要有兴趣想要玩车的都一定来等这里的教练，问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放心。开这个 KD100 之前要先经过就是训练才可以开，因为 KD100 它的速度会稍微比较快，一开始开的总会不习惯，但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慢的。因为我开的都比这快太多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比 KT 一百，在这边教练强力的要求下，我们等一下有7台车要比 KT 一百。等一下他让我第一位出发，等着看我被电吧。我等一下一定死守，手死手满。来，你看左边这位力保冠军，没有啊？右边那一位现在正在拿油抽加油那个，全台湾冠军。年度冠军，你看，啊，一个倒数第一位，一个倒数第二位起跑，我第一位起跑，所以你就知道起跑顺序是什么了，越弱越前面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卡位优势有没有？这跟打篮球也是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也是要会卡位才会抢得到篮板呐。他以为从后面起跑速度快就会过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啦。看我手好手满。哈哈哈哈哈！